这个就没办法，这个蹲草是真的在对线上面影响蛮大的。哇，开点下半部硬打，打了 Blaze 一半左右的血量，但 Tank 也要反舔，舔了三下的被动，继续的开扁，直接交出了点燃，但是也逼出了一个治愈，然后直接用点燃去换一个治愈，但抢掉二等了。对，但哦来了吗？顶，还没顶到哎、欸。这里是空掉，然后利用自己的 Q 技能再做输出。哎，但 Blaze 是只有一等，这里看一下 Taco 的位置，想抓雀巢，哇，没电到，没了。相反的立体的状态还非常非常的好，这个真的前面对线的那一个换血啦，影响真的有点大。我用一个霸道手腕，直接再交了一个点燃，最后的一个运营重炮，哎、但评委是勉强活了下来。他是刚好升等吗？运气这么好的吗？哇！哎，其实这个看起来是杀嘞，哇！但这个我觉得他要推到底嘞，感觉还要进攻啊，这里要直接塔杀了，运营重炮直接定住，交出了进化，他就手杀，就亚菲利顺利拿下，这边直接收下了一个 double kill， 有机会换亚菲利欧啦，但你说闪踏吗？你一定要硬换，你这个 TP 哎、但是踏的是雷欧娜，哦，那这样子还有机会再说，亚菲利欧印记普通啊，应该是瑞纳达，稍微更正一下，虽然说 Pop 起自己的一个 W 技能，但最后的话 Chris Carter 应该是要选择自杀了，哇，那这样还是 DC 去赚啊，但反而掉的更多。来看一下，这个血量已经200多哎，然后坦肯奇不到100哎，但他第一时间是可以撤的，可以撤，他绝对可以撤，他一开始就要判断要撤，不然这边 DC 巨人就是直接冲向硬换就好了，因为这一波知道你没闪，想要继续针对中路，不过 Taco 是完全被抓到了，毁灭冲刺开启想绑，但进入了一个伪装状态，那下半部又打起来了 ，Blaze 看起来岌岌可危，这边的话想要来换人头，但是还有一个加农炮 double 的支援 ，Chris Carter 再收了一个 double kill， 哇，这下路线好像结束了耶，右边辅助选什么都一样耶，就是跟这瑞纳达其实影响性也不大，你看这里是月影重炮嘛，还有定的机会，然后定到拉过去撞，哇，这个配合完美，然后开始丢丢丢，这个包括水晶灵连换枪的那个，刚好子弹数都算好了，就定完最后一枪之后，刚好换的这里。哎，要坐车嘞！坐车来了，噗噗！还有一个人马吃夹子，才两个交进化，往后走，毁灭冲刺，打马蹄，再加上的是暗影的袭击吗？这边连大都不用交，一骑正机就砍死了。这几天、这几周的一个比赛，我现在看一下下半部是不是有想法呢？他闪现是差一点的，先往后走，想要来直接硬换，交了一个大招，开始狙击，想要来一打二，最后的运营中炮加一下的补攻，狙击枪是完成了一打二 ，Chris Carter。我以为他们有机会，但没想到这个伤害已经差这么多了。因为刚水精灵的闪现差一点点，但他是选择直接转头 all in 在金克斯身上，然后全招中就应用伤害就灌死了070了。哇，怎么后面有人呐、啊？不要啊，要080啦！这里直接绑到一个 W 的位置，交了一个暗影袭击，打出恐惧，人马一刀一刀的砍。这个人马，这个纳尔要下去吧？你这样子是三个人分一条线呢，而且你这样撞还不一定撞得掉。钢普撒个大塔就守住了呢。他们现在是我不忍了，但是四个人好像就好像更多余了哎，为什么 ？Why？ 他们不止四个人，他们五个人都来了。他在扛塔哎。哇，那你这个怎么感觉快单杀了、啊？那哈娜要直接过来了，会被打双招吧？鬼步开启，顶回来，交了一个进化，但好像交了闪现也于事无补吗？交不出来啊！这里追着打，不用交了，不用交了。快乐的马儿哦，人数也不会有太大的劣势。那其实这个龙也可以慢开一点，等上路的塔推掉再开就好。是不是又想抓呢？绑住，然后再一个霸道手腕直接拉回来，再顶回来。这评委一直往后退啊，被拉了又拉，回去再换。但是好像没接好哦，他口还敢踩进去对方的野区。哎，我的水精灵就是善良，没有那么残忍。这里硬打一套，还有坦肯奇没顶到，一闪，哈娜也来了，对，然后直接丢，哇，还有预示者，哇，但那还没有回家，那这就只能给了。换个鞋，霸道手腕拉到拉回来，再接一个永寒之霜，我接得很完美，我接爆。这里那还不回哦，这个要再撞高地嘞。想要回一下呢，你这个正面的队友完全不够打哎，这个高地都要掉了哎，纳尔再撞一下上路的高地塔，直接炸裂，掉兵营啦，然后哈娜又冲进来了，这亚菲利欧伤害超高，他现在是一个手里剑，然后加上的是红白刀，纳尔严守停损点，没有射就会像这样。因为刚刚我没有看到快乐的位置，他刚一直在下路，好像一直在吃兵、啊。我想抓，好像我去抓 Licky 吗 ？Licky 是没闪的，往前一个破心斩贴近距离，炸了一个筒子弹，最后 Taco 拿下了第二颗人头。然后纳尔现在他是唯一一个能守上路超级兵的这个角色嘛？哎，他不过来，但是练没有练到这边的话，想抓哈娜一个舔是有造成缓速。
嗯哼，这里 还要再推吗？去吃个龙吧。纳尔来了，纳尔来了。哇，这边一个永恒之霜，顶尾被定住，开出一个白盾，终于开大了。直接定住了一个坦克机，坦克机倒地，然后这边是利用了一个狂风之力躲掉了这个 W 技能，但侧边的话雷兹已经收下了一个 double， 然后继续的往自己的 triple 来迈进，这边要直接开车，所有人上车了。还有这个不给推路，没兵但没兵，但可以转上了，可以转上直接推。哦，但这波 DC 就开的也有点凌乱了。他拿直接冲到人家家里温泉晃一圈再出来。哎，屋顶刚刚是闪现踩夹子耶，他刚刚闪现想丢那个大，结果踩到夹子，所以被换掉。哎呦，想换！闪现踏步，但伤害不够。最后 Chris Carter 是拿下了一个接近传说的局面。Blaze 有机会收吗？啊，留不到，那也没关系。左边在吃八龙哎，左边吃八龙哎，是假的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个闪现夹子。你看闪现踩夹，好，我们可以回去看吃八龙了吗？来了、哦、来了来了！哎呀，没得看了，不能吃的、啊，不能吃，好像吃不掉哎。但。必须要说，他们吃八龙搞不好是真的最后生机，抓到一个雀巢，雀巢交出了闪现，往前一顶没有顶到，但后面还有一个 leaky cover。等一下 ，DCG 的成员怎么从 IMP 家都走出来啊？瑞娜打这个大绝，打得到吗？打到了一个评委，但侧面的话 ，Taco 斩进来，但自己要直接爆炸了。那这里好像要收割秀嘞。哎呀，可怜的蟾蜍。这个要吃八龙吗？还是要一波？好像要杀人，先抓这个纳尔，纳尔也放弃了这个求生的意志，从对方的头上弹过去。我们就这样玩就好了。那也确实啊，赢的几率是非常的高的。Quad 有机会可以变大吗？现在掉到了半血，往前瑞娜达的大招来了。但侧面的话给到一个恐惧评委，虽然说把金克斯给吞进去，但出来的瞬间金克斯也马上融化。Chris Carter 拿下了这颗人头，而且伤害是直接爆表。两座的 Meta 都已经炸裂，虽然说分身被打死，但 DCG 夹带着八龙 Buff 要来直接结束这场游戏。哇，22分半，太残忍。而且其实说实在的，游戏大概5分钟左右。